要是长相，要个头有个头，哪点不比你强？不是你也没我个高啊，我一米八，我还一米九呢。他是一米九，嗯，他上身一米八五。我腿就这么短呢，我改机器猫了是怎么的？你放这儿正好就是一机器猫。哎，这什么模样啊？这是不是您到底要表达什么呀？这是我就是说，我觉得啊，这世界上好多人都针对我。哪有人针对您啊？你就说我这手机这朋友圈里吧，有这么一帮人啊，天天在这晒，晒自己吃了多少蔬菜。你说这有什么可晒的？嘿，这叫健康生活，就得多吃蔬菜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不是，本来我就没车，你还弄一限号，提醒我没车，这不成心针对我吗？好就好。那您可以坐地铁上班啊。是啊，我坐地铁上班的。刚到单位，我们那经理出来跟我们开会，定了一大堆规矩，全是针对我。是比我们那经理长得那难看啊，小矮个1米2几，要俩几，大胖子，大肚子，一个油脸，头发基本上都快没了，稀不楞登几根，从这边留挺长，这么横着搭过来，没事弄一梳子，还老跟这梳，你从上面看跟条形码一样。你老有一种冲动，过去想拿手机扫一下。哎呦，你这什么行为呀？给我们开会，定了一大堆规矩，全是针对我。都什么规矩？什么不许抽烟吧？不许迟到吧？对。啊，什么不许往咖啡壶里扔烟头吧？你说往咖啡壶里扔烟头怎么了？我又不喝咖啡。哎，您不喝也不能往里扔啊。全是针对我的啊！有您至于？最可气的啊，定的是上厕所不允许超过10分钟。你说这不针对我吗？怎么呢？我本来上厕所就慢，10分钟我哪完得了啊？也没听说我上一半，我先站起来回办公室溜达一圈，然后我再回来把下半场解决完了，这不像话呀！您这踢球来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了，该吃饭了，没想到哎，买个麻辣烫，连这卖麻辣烫的都针对我。人卖麻辣烫的怎么针对您了？他问我，是不是要微辣？这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哎。别人买不问，到我这问是不是要微辣，那意思瞧不起我，别人能吃辣我吃不了，这不针对我吗？加麻加辣，加麻加辣，加麻加辣，重要的事说三遍，让你针对我。不是，您吃必须加麻加辣。您吃这么多辣的受得了？还管他呢，我帮经理买的。哎，你这太缺德了啊。下午在公司待着，下午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激动什么呀？下午有送快递的。哦，我没想到连送快递的都针对我。这怎么针对您了？把我名字写错了。写成什么了？李建军。这差的是远点，差太多了啊。最可气连东西都送错了。您买的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买。哎，那就不是您的。不是我的，凭什么别人有快递我没快递？您没花那份钱。没花钱，这就是针对我。好，我管他是谁的，我先拿着。下午一看，我们领导没在办公室啊，走，翘班出去办点私事。您这要干嘛去？银行取点钱。我没想到啊，连银行的服务员都针对我。人家怎么针对您了？我往那一坐，刚坐柜台那儿，把我这卡递给他。您办什么业务？取钱。您取多少？100，没有，100没有，姑娘，哎，你听错了吧？100，不是100万，我又不是取5万，取10万，啊，你没有，我得提前预约。你这么大银行100块钱没有？不是100万，100块钱你没有？不是，先生您别着急，不是银行没有，是您卡上没有。哎，姑娘，我连100块钱都没有。那我还活什么大劲？您这太丢人了！我不待着，我赶紧回家吧。哎，您趁早回家。家我也不乐意回。哎，家怎么了？家里有人针对我。家里谁针对你啊？我们家一指禅。您等会儿，这一指禅是谁？我媳妇儿。怎么叫这名字呀？我给起的。哎，你为什么呀？甭管什么好吃的，搁在跟前，拿手一指，馋不馋？馋。哎，水煮鱼馋不馋？馋。哎呦，
香辣蟹馋不馋？嗯，馋。行行。后来我给起外号一直馋。没有这么瞎起外号的。哎，不光馋，脾气还大。哦，一生气就摔东西，把家里瓶子罐子碗全摔了。这习惯可不好。我舍不得。嗯，我就骗他，编瞎话。啊，我媳妇这不能摔，知道吗？你看这瓶子吧，这不能摔，这1864年的，这有年份，这是古董。能编。这碗也不能摔。这碗啊，1825年的。这不能摔，知道吗？这都古董，有年份，不能摔。不是信吗？后来，哎，我一说，还真不摔东西了。只要一生气，就打我一顿。哎，打你、啊？不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啊，废话，那些都有年份，就你86年的年份不够，不打你打谁？嘿，就你该打。你说有这样的吧？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，啊，没法过那就离婚。哎呀呵，还跟我离婚？离婚行啊？谁不离谁孙子？啊，房子归你，车子归你，孩子归你，我也归你。哎、啊？我媳妇当时就傻了。没法不傻，服了。他跟我说他压力大，你说两口子我能不管他吗？啊，对，我得帮他调解。他说他压力大，缓解缓解。说这每天啊，说白天他上班的时候啊，就能听见婴儿哭。说他一说，我还真有点紧张了。你说大白天他怎么能听见婴儿哭呢？是啊，这白天怎么能听见婴儿哭呢？就是我有点紧张。哎，他是什么工作？他月嫂。嗯，废话，他干的就这活。所以啊，我得帮他调节呀、啊。这怎么调节、啊？我说媳妇，这样吧，啊，我带你出去吃大餐，吃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馋不馋？嗯，馋。傻丫头，我带她小胡同里吃韭菜包子去。一吃韭菜包子急了。嗯，啊，这是大餐吗？吃韭菜包子，啊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这倒是。我一想也对，嗯，找个浪漫点的地儿。哦，电影院，这合适。哎，够浪漫了吧？嗯，到电影院，我媳妇高兴了。我怎么样，媳妇？这够浪漫了，嗯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赶紧把韭菜包子掏出来，快吃吧，都馊了。谁让你带着他了？你拿韭菜包子急了，嗯，他走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一人。搁谁都走。把韭菜包子吃了，嗯，进电影院看电影，啊，自己看去了。到电影院一瞧，哎，还真没有人吃韭菜包子，多新鲜呢！人电影院谁吃那个？都吃爆米花，哎，这倒正常。哎，我就吃韭菜包子。哎呀，谁？